是因为了要安慰我，所以骗我说你没中。没有啦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。可是你也不能用骗的啊。好吧，我下次答应你了，好不好？没事吧？那你陪我去买个衣服好了，我也想买外套。你下次不可以骗我哦。骗你什么啦？你是说彩券的事哦？不会啦，不会再骗你了。走啊，陪我去逛一下。立TV线上影视。